在迷宫中狂奔，用巧妙的身法闪过所有机关，体验成为印第安纳琼斯的感觉。正是这款由澳洲开发团队 TWIBY 所开发的新作《幻影深渊 Phantom Abyss》。这款以第一人称来玩的跑酷游戏，玩家将被关在一个布满陷阱的神庙之中，唯有找到隐藏在重重机关之后神庙最深处的神圣遗物，才能够逃出升天。而神庙是系统随机生成的迷宫，每次挑战都以不同的关卡组成，不仅有尖刺、飞剑和毒气等等致命陷阱，还有恐怖的守护者会不断的朝玩家逼近飞来，你唯一能够仰赖的只有手上的长鞭。进入迷宫前，玩家可以选择带上具有不同特殊能力的鞭子，虽然鞭子不能攻击敌人，但可以让玩家攀附在任何墙面与地板，兼具冲刺与跳跃的功能，所以想要华丽的躲过机关就得要靠它啦。玩家要用最快的速度抵达出口，不然就会跟画面中其他的幽灵跑者一样，成为迷宫中的亡魂。闯关时别忘了观察一下这些幽灵跑者，或许会成为你攻略的提示哦。如果玩家闯关成功，那么这个迷宫就会被永远封印，成为该位玩家独一无二的战机。想挑战专属于你的荣耀吗？幻影深渊 Phantom Abyss 的迷宫等着你哦。